这是我30年以来喝过最好喝的汤。裙带菜冷水泡发，一点就可以泡出很多，切成小段。油热葱蒜炒香，倒入虾仁炒至变色，放入裙带菜炒出香味，加入清水煮开，下豆腐煮3分钟，淋入鸡蛋液、盐和胡椒粉调味，低卡又营养，味道特别鲜美好喝。